图鱼能长多大。地图鱼能长多大？现在的地图鱼主要为人工繁育饲养品种，野生地图鱼已经很少见。地图鱼在人工饲养的环境下，最大可以长至30厘米左右。至于野生地图鱼，大小跟人工繁殖地图鱼相差无几，不过色彩体型方面要比人工繁殖品种要更好，具有野性。地图鱼能长多大，有时也与地图鱼饲养有关。地图鱼属于上层鱼，成长迅速，喂得好，一个月可以长成3公分左右。地图鱼是出了名的能吃，几乎可以接受所有的食物，包括饲料、小鱼、血虫、肉之类的。让地图鱼更快成长的是牛心，但是牛心喂的时候处理不好，容易引起疾病，而且容易破坏水质。